今天是星期五晚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六点半喽！棒棒糖男孩出道的小玉挑战 Energy 近期最夯的16蹲，但跳完立刻脚软，毕竟当男团也是将近20年前的事。小玉这回和米可白还有资深艺人蹦恰恰和杨丽英一起到台南旅游，挑战好多年轻人才会做的事。要看这里啦。这是认真哦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。为什么我还是第一眼啊？我觉得身材有问题。米可白好像才是长辈，拍排贴机一直闭眼，干脆直接叫大家闭眼拍照。这个神逻辑真的要笑死蹦恰恰。今天说一个真心话，我这一个人刮目相看。谁？米可白。哦，那我能，我演艺圈这么多年的经历，能让我笑到快吐。就是你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公开讲，我找你做节目。哎呀，谁？可以哦。今年已经68岁的蹦恰恰挑战手擀猪胆肝，看来还老当益壮，不输一旁露腹肌的杨奇煜。我看到碰狗来参加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后来想了很久，我想。真的缺钱缺很大。这个结合资深和年轻艺人的旅行节目轻松好看，这回到台南蹦出许多火花，精彩可期，也让四位不同世代的艺人相约节目结束后要创群组一起出来玩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